啊，既然哦爱我，跟恁的朱启麟做伙住，干袂得邀请你做宰不？无问题啊。那你我相信，你绝对公正、公开、公平。麻烦你将这料理包哦开箱提出来闻，好大家知影，阮用的料理包是同款同款，无可能打过卡手。无问题，就由我亲身来听。大家拍波啊，欢迎你！柯小萱，你总算来，我等你足久。范姐，这里有问题。是要搁等啥？啊，你换作到底什么时阵才要正式开始啊？你是免这么着急，你这个啊有被人开过，而且顶挂无应阮公司的音啊，我怀疑这个有被人变鬼。你这个啊是为倒位摕来？哎，你卖走啦！我问你，这料理包你到底为倒位摕来？之前有人挑过要换阮的产品，我伫咧出货时阵加上特殊的货号，啊，不过这料拢无。你根本就不是阮的工作人员。啊！若无你，无可能不知影这个规定。讲，你是谁？你对这了动过什么卡手？讲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伫倒？明月，我伫病院陪大嫂做检查，会看我回去。你会场遐若是处理了，先回去厝休困，唔免等我。先安尼，吼。有咧好啊。虽然讲医生检查了，讲囡仔无要紧啦，不过伊嘛有交代，讲大嫂即阵啊较注意身体。我咧想，咱应该替大嫂安排一届全身检查，安尼较妥当。嗯，小萱啊，你最近哦真正出太侪意外啦，我真正烦恼去动着胎气。我看即阵啊哦，你拢暂时卖出去，踮咧厝休困就好啊。妈，我真正无代志，你莫安尼大惊小怪啦。我刚完大惊小怪吼，嘛不爱等你家囡仔出代志了后，我才来后悔啦。你爱知影呢？恁两个人哦是查理相爱的啦。我这做大家，当然嘛替伊保护你啦。妈，我会代替大兄照顾大嫂甲因的囡仔，你免烦恼啦。有亮，这届好佳再有你保护你阿嫂呢，伊这当吼拢无受伤。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今日若不是大嫂及时发现，迄个人怪怪，恐惊代志阁愈严重，所以咱应该感谢大嫂才对。小萱巴肚内底囡仔是恁大兄唯一的骨肉，
你都要好好保护因的，爱把因当作是你家己的囡仔，好好照顾，知影无？会啦，我会。明月啊，你今日哦，甲小萱啊个有两同款，拢做了真好。只是讲即阵啊哦，小萱真正发生足济代志啊，我爱先甲伊安顿好势。啊，不过并无代表讲我无重视你，啊，佮有你巴肚内底个囡仔哦。我知影啦，妈，你别烦恼。是啊，妈，我甲明月有讲好啊，我拢会做伙照顾大嫂佮因个囡仔，伊袂硬叫啦。啊，不过妈，今仔日个状况较济，我足忝个，我是要先去洗身躯休困啊。真遗憾，你的囡仔无保条的，已经落地啊。你是咧讲生肖对吧？我的囡仔拄则还阁好好，哪有可能安尼就无去啊？我知你即摆真艰苦，你身体阁好啊，调养，囡仔会阁有啦。一定，我拜托你，替我详细检查一下无？我的囡仔无可能安尼就无去啊！你较冷静的啦，你起码身体真虚弱，还好我保重。我看你即摆状况啊，上好是有亲人伫咧遮陪伴你。小萱甲你的先生嘛伫咧遮，啊，爱我请伊过来无？一定，我拜托你，莫让任何人知影我老太的代志，包括我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！我知啊，关心大嫂，是因为你的眼泪只有大嫂。我甲囡仔，我等袂到你一句的关心。我拄则伫客厅，毋是问你讲你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？你嘛讲无代志啊，敢毋是？啊，你敢有够？我今仔日一个人面对遮尼侪代志。敢那我来，你问一句，你的心肝内敢真正有我甲囡仔？我就是讲，咱讲好要尽量弥补大嫂，你是真心想要改变，想要靠你一点仔拢无变啊！你嘛是跟较早同款爱计较，什么拢要争？伫你心肝内，我就是一个。我就是一个真爱计较的人，就因为我怕对不起大嫂甲大囝，我就爱排着罪恶感过一世人心。你造成大嫂一世人无法度放袂记你的伤痛，你用一世人来还，不是应该吗？犯人让人乖，嘛还阁有教训的机会。敢讲，你爱用我的婚姻，爱用我的家庭，拢赔落去才叫赎罪。你唔免讲到遐远去啊！你就是看到我关心大嫂咧吃醋，才只啊借题发挥，无理取闹。对啊，所以伫你的眼内，
我就是一个爱生性地、爱吃醋的查某人。啊，不过你敢有想过我是安怎会安尼？可是你若对我较用心的，哪会变到安尼？想说我敢若是要得到家己红色的关心，都爱这么卑微。我承认我做了无够好，不过这是两回事。你害死我的大兄，那是一条人命呢，伊永远无可能再回来啊！就算讲你一世人做牛做马，嘛无法度弥补这个错误。我已经做唔着代志啊！你到底要我怎做？你就紧放我煞，我嘛已经付出代价啊嘞！敢讲？我会用我的命去甲我大兄换回来，你才会满意。我昨暝口气有较歹，歹势啦。明月，你的手哪只冰？无啦，这几天天气较冷。明月，我知影你这阵啊，真打拼咧改变你家己。其实我拢看你眼内，木材的代志，我想你嘛有去惊着。我这个做红菜，煞无去顾着你，我实在是真失职，是的。今日公司的代志较少，我会当陪你去做产检。你产检是排今日对无？今日是大嫂产检的日子，唔是我的。非得你就是较要紧大嫂，你就陪去就好。是的啦，啊无你甲妈妈手册摕出来给我看，我甲产检的日子记伫个手机内底行事历点管，安尼后盖特别记唔到去啊。你妈一直甲我回信嘞，你到今麦就想要看妈妈手册，敢袂想吧？我嘛是第一届做爸爸，有足侪代志我拢袂晓，不过我真愿意学啊。像我妈所说这件代志，我嘛是看大嫂有，我才知影的。大嫂，又搁是大嫂，你就是较注重大嫂，我只是顺耍。妈妈所说，我开始是看到大嫂的狠，我才知影。不过我马上就想到，讲我的太太手内嘛一定有一本，迄顶悬会记录咱囡仔的成长，甲所有含你三件有关系的代志。我是真正想要关心你甲咱的囡仔，敢讲安尼嘛唔对吗？有了对我好，都是为着囡仔。囡仔无我，我今麦已经是一无所有。我知影你想要代替恁大兄好好照顾我，我嘛真感谢你。安排在即个时阵，你也特别关心明月。我家己拄有心的时阵，嘛赶快就不安呢。所以我当理解明月现在情绪的变化也特别大，这点哦，你家己嘛爱理解啊。啊，搁有啦，恁大兄的心愿哦，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好就好啊。伊就是希望咱这个家拢会当圆满，所以查理一定希望恁阿婆的感情会当甜甜蜜蜜。我知啦，我真正不是一个浪漫体贴的人，所以我真正不知道明月到底是在想啥。哎，你两个结婚纪念日是不是要搞啊？这就是你制造浪漫的时阵呐、啊！你好好准备一个惊喜，让明月啊感受到你的爱，还佫有心意，安尼的心情哦，当然就好起来。我唔知影应该安怎做诶。哦，不过明月有招我出去行行诶啦。我等来到三江啊。其实有俩有伫反省。对我感觉嘛较用心，还是我买一寡伊爱食的较好。
在倒位，我敢会当去公司找你。我正伫客户家啦，暂时赶袂转去，你免过来。不要紧啊，我会载你爱食的过去，我会当等你。唔免啦，我遮唔知爱去拖偌久诶，先安尼吼。